我期待的是他们能更好的真真正正的除去武术，然后也能了解到我们真正的那个故事的内容。我比较期待于自己用自己的身体然后去表达我们的情绪，能让他们得到共鸣。我们最想去让他们看到的我们优秀的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展示，他们如果说能理解到我们真正的一种内涵，中国文化的内涵，然后和精神和那种积极向上和那种青春和那种让人感觉到非常热血的那种感觉，他们会觉得功夫很酷。我更希望是从他们嘴里面说出来，哇，这就是有文化底蕴的一部剧，让他们能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你请期待我们的首场演出，我们也会用自己最好的一种状态，然后去迎接我们第一次站在这么伟大的舞台上。希望大家走进剧场观看我们舞剧咏春，讲出我们深圳故事和中国故事。